王爷，我若真正把名册交予你，你敢会放阮煞？阿秋，你莫戆啊！今日是不是有把名册交出来？伊拢无可能放咱煞。你阁正清楚嘛？阿秋！阿秋！革命 ，A 不躲。受个身受重伤，不得已只好放弃比赛。小妹，飞龙，你做总教头啊！恭喜，你做总教头啊！无法度跟你好好学武功，傲死啦！你一定要好好教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这本名册交给孙武大人，请孙武大人替你讨回公道。白建明，王家，白建明，你去是你找来王家，阮就找袂到你。名册交出来。这是我阿娘用性命换的。不可能交予你。我看你是自找死路。李建明，快走！大家唔免客气，
今仔日大家拢会用魏家拿一刀米回去，那是无够本，稍等下我会请王少贵魏米村内面加搬一挂米出来，分给大家。多谢我们，来我当我们的王少贵。王少贵。是。敢讲这个查甫得笨牛，要救这善下人？看伊的形，应该是这间牛行的头家。奇怪，我伫个网咖遮尔久，咱唔捌听过这个人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敢有啥物代志？啊，是安尼啦，我拄搬来，我听厝边讲。这牛黄的米是全马港上好的米，我想要来看卖。真歹势，今仔日牛黄休困，无卖米。你是做生意的，我想要买500斤的米，你应该袂记错，啥尼好的人客。这位姑娘，虽然我是生意人，也毋过做生意嘛着爱讲规矩。自从阮姚姓牛行开业以来，每个月15拢固定公休，发放米粮救济平民，从来都毋捌破例过。搁再讲，一挂乡亲伫个遮已经等真久啊，你爱数量搁遐尔啊多，万一我的米若无够分互因，我惊因会真失望。人讲抬头生意有人做，了钱生意无人做，你无爱做我的生意，把你米粮放互遮个善车啦。你安尼做，敢袂想吃亏？俗语毋是讲有量才有福，有舍才有得。你讲是无？我个代志爱无用，卡苏你若真是需要这么侪米粮，会用去北京问看卖啊。也若无，你明仔过来，我一定给你一个真合理的介绍。是的，头家。阁有啥物代志？请问贵姓？唔免遐尔客气，叫我保单就好。刚刚姑娘已经做到了面面团送挂头啊！魏老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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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魏老三。看这办事吼，无叫飞龙出来是无用的啦！紧啊，叫出来，紧啊，紧啊，紧啊！各乡亲啊，飞龙三水出来了吼，好，多谢多谢了啊！小怪，小叔妹，叫你一声小叔妹，你感觉大孙仔的心肝挂疼，我的性命是你救的，台湾兵兵团总教头的这个位置。你替我争取，若是无你，我都无这样光荣。多谢你。惠良，
你搁咧想小怪啦？就是小怪，我咧想咱中立堂。唔知要到什么时阵，才当我平静的日子通我过。你放心，这款的日子早晚来。那叫大门口的情形啥款？一阵乱哄哄，想要送你贺礼的乡亲。该我想要跟你拜师学艺的少年家啊，拢无想要走。我看，假使你若唔出去，甲大家见一下面，讲一下话，因是无可能会死心。我不想要做总教头，上烦恼的，都是些有诶无诶代志。也毋过你即摆已经是总教头啊，无去应付一个是袂用。你著出去甲大家说一下多谢。对惠良的疼痛，不过今仔日我争取全台湾练兵团总教头这个位置，并不是因为讲希望各位乡亲来破费，嘛不是因为阮中义堂要收新的地主，我仅仅是希望以我个人淡薄的力量，集合全台湾所有的练兵团来保卫台湾，抵抗外敌。各位乡亲。那有甚么支持我？今仔日请大家先回去。等我想好清楚、计划好要安怎做了，才希望各位乡亲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大家来做伙支持咱台湾民兵团。多谢。飞鸿赛的意思已经甲各位说明啊。请各位将贺礼拢扎转去。另外，若想要加入中义堂的人，嘛请恁转去厝内等消息。飞龙师一定袂让大家失望的。是啊，各位乡亲啊，请先转去好。更有魄力，更有自信。看起来，中义堂在伊的手头，一定会振兴起来。既然我已经回来，是不是应该去祭拜会好？哎，各位乡亲，唔通安尼开吼，请你紧回去。不了，这个。就过一个。就过一个。邀请牛行北波丹。拜会飞龙师，甲中义堂各位英雄。飞老板，请原谅我突然而来，也毋过我有一座庙，一定要请飞龙师甲我斗相共。飞老板，我即摆已经升为总教头，但是佫随便阿庙想讲闲话，所以这座庙是要送去水西连进斋。
裴老板，来云庆。裴老板，拄只你讲赈灾是啥物代志？水沙轮落雨做大水，灾民真需要米粮。姚兴娘行虽然有心将米粮送去水沙轮，也毋过即一路路途遥远，半路土匪真多。伊娘行即卖能力，恐惊无法度将米粮送去灾民的手头，所以我才想要请回娘婿走一转，请回娘婿成全。这件代志哦，你来找阮中义堂就对啊啦。阮中义堂哦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啦。若是讲阿娘去水沙轮的代志哦，绝对无问题。我就是久仰中义堂的大名，所以才来这找你。白老板伫个放假，你陆续何时出名？平常时啊，你著定关闭来救这放假的散客人。即马你愿意关闭牛来救这水沙轮的灾民，阮中义堂当然是全力配合。只是讲，即马我整顿台湾的民兵团，所以阿牛的代志，阮恐惊是无法度。你袂当去吼，有伊有方啊，伊方去就无问题啊啦，哼，无问题啦。久闻有方师伫中华战争时的威名，今仔日会当见到庐山真面目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不敢当。葛老板，阮中义堂除了费用以外，就算有方的武功上好。有伊来斗三工，绝对无问题，你用放心。安尼就麻烦你了。哎呦，卖客气，卖客气啦。天久啊，人是咧甲玉凤说多些，你是咧跟人免客气些。安尼，我先转来去安排一下，嘛请恁准备好。送美娘的代志，我希望会用较早进行。当然，救人如救火，卡准恁若准备妥当，就派人来通知一下，我随时会当出发。多谢，这件代志就安尼讲定，我先来走。白老板，顺便。哦，这个白姑娘哦，人水啦，心肝够好啦，用，这个哦，搞起来。天九，你是了白公啥？就是，人白老板头一次来咱中义堂嘞，迄条着急替玉凤做媒人，你哦，莫共惊着，啊无到时连朋友都无通做，我袂讲。哇，这款代志我哪会当无着急啦，哈？玉凤，我跟你讲，你既然若到，爱怎样办啊？这边哦，你去追查恁的时阵哦，你是好阿妹。白姑娘啊，我的感觉是哦，恁两个人哦，一定哦。天九啊，玉凤无可能遐尔简单甲平秀放袂记。阿凤啊，玉凤要出门啊，你替玉凤甲行李看看嘞。好。玉凤啊，讲实在的啦，这边的机会哦，你袂当放弃哦，哈。拄只迄白姑娘看你的眼神哦，我感觉出来，伊哦对你有意思啦，哟哟，飞龙啊，你讲我拄只讲的对唔对？对啊，是唔对，拢和你讲了啊，我哪知对啊是唔对？啊，都对啊。最是，我离开的时阵，廖春公这世人，拢无可能阁倒来放假。想要到命运创敌人，阁让我倒来这个所在，而且是要倒来，阁歹着阿如阿秋。我阁有遐尔七手大分，
为何一直保庇我？保庇我的，会当把名册顺利交予孙母带领，交迄个叶青云伫做，完成阿秋最后一个心愿，好无？袂起兵，再答应娘，袂当予阿伯，阿公有玉皇大伯知影，阿娘转来。陈总，阿娘，我阿凤啊，我即阵去水沙林，唔知虾米时阵才当转来。苏明，都麻烦你家照顾一下。真乃着你交代啦，你做你放心去水沙林。出面我来顾好啦。多谢。公宗，来，来，你来这里也唔听话。阿金哥，你伫房间读册，啊，你走去创啥？啊？阿红啊，不要紧，你这么细汉。没哪可能乖乖在厨房里面读书。后摆阿婶讲话爱听，叫你袂用传，你就袂用传，知无？是，我知。行，等下房间。你一定要保庇我。来啊！行行嘛！要安怎？伊牛行的行李这尔好，我根本无机会当入去找名册。啊，不过袂当阁拖落去啊！万一名册计予伊发现，着害啊！一定有嘛！两袋米出来，
小龟，我入去内面点存货，外口给你小顾一下。米兰克，你是要来买米的？来剪头给你的。原来是飞龙仔，唔知找阮头家娘什么代志啊？恁头家娘委托阮文美去追山林，阮是来甲伊参详文美的代志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去台面请伊出来。玉红，这个娘条个未细精啊，不过这头家娘有这能力。来救这水灾的你还在边？就算是伫咧仓库，我的米嘛从来唔准落伫咧涂骹半粒。光天白日之下，竟然敢走来米村偷的物件，无危险代志，下跪。是跳江的，莫兰姑娘，你好紧吗？我的脚，你的脚，你的脚受伤了。哟，传你两声，来，我扶你等。莫兰姑娘，就要落雨啊，今晚唔行，小人就无去。我建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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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在深山里哪会回来？建明，你来出现在刘皇，你哪有躲在贼人？建明，你来先不要好不好？
你才刚见面，我无见面。建明，我知道一定是你。拄才交手的时阵，我看你的军法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回来。你卖想骗我好不？你紧出来好不？建明，不管有什么代志，拢还两个人做伙解决。建明，建明。别怪我回来，我无想要再拖累你，我嘛无想要你替我烦恼。阿姆哥，你嘛有啥会当跟我斗相共，替我把这个新手带回，会当偷的。你是哪啦？我一人坐才歹讲话。哎，刘勇，阿友好，不是跟你做伙人嘞，啊？刘勇啊，你在想啥啦？无啦。阿友哄人嘞。本来我要放弃牛行啊，只要讨论去追查咱的计划，搁袂煞撞到一个，煞撞到一个贼啦！什么呀？啊，光头白日的，什么人你好大胆哈？牛行是毋是去抓人？迄个贼啦，将头家牛押走啊！阮家找的是种个头家牛，贼啦煞走去，而且卖牛行啊，送头家牛转去。啊，头家牛伤了严重无？迄是流真侪血啦。感觉看起来应该是无啥问题。啊，算时间，玉凤嘛应该转来啊。你若搁唔转来吼，再落雨就袂当转来。上好是落雨啦。我看是天公伯哦，要甲玉凤、牡丹两个人哦送做对啦。你是咧话袂讲啥？嗯。啊，敢讲你无希望玉凤找到一半？当然嘛，是有希望伊出落伴啊。啊对啊。啊，不过啥？惠良，我看吼，惠良，你在想啥啦？我咩？惠良，惠良，咱苏亚弟剩无几个呢？你有心事唔敢讲，是唔敢弄到外人？都对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是安怎你讲嘛？滚到同学迄个贼啦，我感觉真可怜，是建明。建明，你哪有可能？建明在登山呢，哪有可能走到台湾？对啊，我都该交手的时阵，伊拍的是无点中。虽然讲伊好兵，啊，不过看伊眼神，我绝对无可能看唔到。感觉这个人一定就是建明。伊雄雄走转来台湾，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呀，无可能啦！第一吼，建明无可能做贼；啊，第二，伊若是转来台湾哦，无可能要来找咱啊，对无？啊，万一若是嘞？万一那是大害啊！照伊的个性，伊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嘛袂甲咱讲。我想烦恼就是这個，你个性这尔啊，够强了。哎呦，好啊好啊好啊！我讲无可能啊，无可能是伊啊！
庄。妹，哎，你走去倒位啊？伟良啊，你放心啦，吼、哦，飞弟哦，你看到迄个贼仔咯，绝对无可能是白建明啦，吼、哦。我现在就矛盾，我希望是伊，我嘛希望不是伊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莫想遐济啊啦，我讲唔是就是唔是啦，哈、啊。老公啊，你在广东出种啥？公总，当大白面阿进问你，你袂用讲白菜，啊若无，阮就生气哦。哦，我知。昨你伫咧庄户佚佗，敢有看到啥物啦？紧讲啊！阿姐明明看到两丛香啊！公总，公总，敢是迄个人叫你要讲伊是啥？是。若是安尼，大伯来又好无？好。迄个人，敢是你干明安尼？大伯，你哪会知影？啊，真正是建明啊！安尼代志大条啊啦！伊伫咧唐山是发生啥物代志哈？那伊喊你起菜，要去做贼啦！我找你草药啊！真是的，小弟你可能甲你慢一下。我若无替你膏药啊，你的血可能止袂掉。干脆有擘落垃圾。外口的雨落这么大，害你压到淡哥哥。不要紧。你敢唔免先把家己切好大？风高野外，会当先替你指挥已经袂歹啊。哪有法度顾遐尼啊济？快啉来，会有淡薄仔疼。你真勇敢，也毋过你若毋把手甩开，我就无法度替你加油啊。是的了。